11位太平洋小姐候选佳丽呢日齐齐喺游艇甲板着住泳装亮相，其中8号嘅佳丽陈乐彤仲俾人话佢似翻版细龙太。其实都好多朋友话我似细龙太，但系我自己唔觉嘅，因为我睇翻啲相咧，其实我觉得细龙太系好靓，同埋身材好好，好标准，所以我自己都觉得似佢系开心嘅，似起码可以俾人认到咁样咯。但系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特色咁样，我都唔希望自己完全俾人哋即系标注咗系细龙太咁样咯。咁担任导师嘅名模何子伦，唔知又有咩心水呢？也有的，但是我不会告诉你啦。我觉得今年的女生比去年好多一点点。我公司是主办的，所以我负责为他们教那个 catwalk 的课程，所以每一天都跟他们在一起，有一点开心，但是有一点生气。他们的有时候不的 catwalk 的过程不是太好，所以每一天都会跟他们打气。